下一回再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自荐香港的病檸木。今天我想去一间叉餐厅，叫做仙河餐厅。仙河餐厅有什么特色呢？就是可以吃到一个超级好吃的焗住白饭。其实我之前住在深水埗的时候呢，先一去那间吃焗住白饭。那呢，为什么呢今晚特地想去那间拍摄呢？因为五月尾结业。好惨啊，真系！所以咧，食完低你一直去嗰间食焗住白饭，跟住想同嗰个老板咧 say goodbye， 希望咧有机会咧一齐食饭啦。呀，真系好灰啊！嗰间会执啊，嗰个焗住白饭，回味无穷嘅味道。诶，点解我食焗住白饭之前咧食雪糕呢？啊，其实我完全我食啲都唔啡嘅，食嗰啲都冇所谓。啊！見到，我食埋雪糕先啦。仙河餐廳咧，總共有廿幾年嘅歷史。焗住扒飯咧，真係吸引到好多人啦，特別係嗰個三水埗嘅街坊。係因為啊，檸木先生，係係係，檸木先生，檸木先生。Thank you。焗住扒飯同埋冬蓮茶。羅宋湯，冇錯。加四焗豬包飯、羅宋湯、蓮茶。哦，唔該。凍檸茶同埋羅宋湯。啊，うま。羅宋湯うま。安定のうまさ。哇，你又有去過好多地方。伊勢好靚。伊勢三江。系啊，知唔知伊勢細個一個神社，好大嘅神社。你哋好中意睇神社？我都去過幾次日本，好多次啦。好多次啊！盛期又好靚，盛期。啊，盛期温泉。盛期温泉。盛期温泉好靚。三四次。咁犀利。盛期。咁咧，我想推薦呢度，係竹田城，超靚。等完温泉之後咧，去。哇！焗住白飯，幾好食！哎呀，焗住白飯，好好食啊！真係，哇，唔錯，唔係，好飽，食做乜嘢？遊客？呢個兄弟 ，Oh my God！ 所以啊，蘇達啊，係啊，食飽啊！啊，冇錯，三年喺香港住，攞身份證，三份證，永久居民三份證，呢個好重要，目的係永久居民三份證。嗰個咧，有啦，自動，一直跟住佢嘅話就啊，哇，試過啲婚傳嘅，我都見過一次啫，日本男仔、香港女仔嘅 couple， 年紀大嘅話有嘅。年紀好似我哋後生仔應該冇，少啲。Video 嘅播書，すごいアイデア本当に。其實我好中意食呢間嘅焗住白飯嘅。嗯。點解大選結業咧？呢間因為咁多人嘅支持，咁多人支持。其實唔好生意嘅喎，你哋大家已經唔忘記咗呢啲老牌嘅餐廳，尤其是過咗去三年更加難過。啊，係嘛？個疫症嘅。係啊，咁誒一二三月通咗關之後，就個個去曬玩。係。去曬玩。去曬回鄉。啊，佢哋唔會翻嚟。係啊，有啲唔翻，有啲翻咁樣。係。我哋舊區嘅客咧，好似洋葱咁。一層一層咁剝落，因為有啲老啦，有啲移民啦，有啲搬走啦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咁新起嗰啲客又未必認識我哋內街嘅間餐廳，所以比較難啲接觸到新嘅。係啦，係人，係啊。比較靚啲，或一啲即係熟客嗰啲。係啦，冇錯。啊。屋仔
謝你支持啊！我一直支持嘅。我兩年前咧，我有一個日本 friend 都係選呢間餐廳俾我。嗯。咁跟之後一直我支持呢間餐廳。第日師傅去邊度做？我喺 IG 就話俾大家聽咯。嗯啊、有 IG 咩？有我有哦，有啊 ，Star River 有個 IG 啊 ，Star River 有 IG 啊，系啊，記得 follow。師傅第日去邊度做？我話俾大家聽咯，我唔識煮嘅， okay. 我吹水嘅啫， okay. 落單吹水。我之後有機會真係識到呢、這個有啊，有好，好期待。OK， 大家期待啦，大家期待啦，拜拜，期待，拜拜。租貴，租貴，訂晚都會食嘢，訂晚食，訂晚食嘢，邊個日本嘅邊個呀？係福岡，福岡，哦，我喺邊度？福岡嚟嘅，識嘅佢唔講啫嘛，啊唔講啫，講下咯，那你少多，誒唔該，我是你少嘅，明唔明？好得意噶嘛，真係。福岡嘅，我覺得好得意啊！我覺得好得意，唔該曬，我多謝曬。mix 嘅，本身係愛知縣出世，跟住愛知縣有兩個方言，第一個係名古屋弁，第二個係三河三河弁。三河弁同埋名古屋弁係完全唔一樣。我嘅爸爸媽媽係三河弁，所以細個嗰陣時我講三河弁，但係大咗個之後咧，即係喺名古屋讀書入，周圍啲 friend 講名古屋名古屋弁，跟住我以前好無聊，所以去京都讀書嘅，基本上要講関西弁，唔講關西弁就融入唔到。啊，香港咁咯，即系佢哋性格差唔多，同你哋差唔多嘅，我好犀利，好犀利，哇，讲好多嘢咁，我好中意呢啲咯，所以我识讲关西话，即系有时 mix 埋一齐咁。多谢，主持啊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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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讲日文？ありがとう。有冇啲咩敬语系嘛？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系系。加埋敬語嘅，加埋敬語，係。但我同你講就唔使講敬語，唔使講啦，因為我老過你。係，我要同你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就係咁樣，就真係咁樣啦。係啦，今年真英雄。拜拜，拜拜，好正啊，真係。